概在早上11点左右，原来寂静的港边突然开进了一辆辆的卡车，一下子渔帆和渔获聚集了起来，开始进行一场买鱼和卖鱼的厮杀。港边不一定会卖渔船载回来的鱼，这些用卡车捕来的鱼，据说就是远从基隆卡马丁投毒上岸，再辗转运到这里来的。事实上，现在我们这个少数渔民不打鱼，那么专门去买渔货，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在前年啊，这个有南部的养殖渔民到北部来抗议啊。根据当时的一个新闻报道和渔民的说法，他们是说大概市面上有这个3成到5成的渔货啊，可能都是从这个所谓的走私的管道进进来的。循着这样的讯息，来到了距离彼岸最远的东部海岸，希望能在这个中立的渔港听到最真实的声音。尽量卖大陆进口之外的鱼啊，因为大陆进口之外有的去饲创药水啊，吃了人的身体健影响人的身体健康不好啊。要有最高有人的经验。哦，你讲有人来检举啊？来哦。检验嘛。检验无咧。不听的。唔捌听的。我讲大事情好料，我做淡薄事情，捌人来检验。都唔捌听的。偷渡的大陆鱼，除了有药水浸泡的问题以外，也面临到有机率污染的问题。1989年12月23日。环评会与清大林永健教授合作，公布一份大新竹地区鱼类残留有机氯农药的调查报告。这是针对有机氯农药在国内环境中流布情况的初步调查。比如说香鱼啊，还有一般大家都以为会比较脏的这些无骨鱼之类等等，这些我们很确定是去问是国内养殖的，所以大部分这些养殖鱼类则是没有受到有机氯农药的污染。表示我们国内环境是相对于国外是比较干净一些。有机氯农药浓度最高的这个前几种的话，大部分按照我们所去问来的，哦，这个也必须做比较保守，大部分都来自彼岸或是来自深海，所以我们这里就是认为，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目前进口海产品里面的话，或许这个 POP 我们要看有什么样的一个监测跟管制的措施。农药中的有机氯化物可以存在环境里至少10年以上，虽然已开发国家已经全面禁用这些有机氯农药，但是其他使用国家的污染物仍然会随着大气的漂移降临到世界各地。因此，当我们在取用地球上的资源时，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有机氯的问题中置身事外。这种全球性的污染，这种毒物污染是到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得到，包括这个美国，包括欧洲，哈，他们所做的调查都是一样，他们情况可能比台湾还有更严重的情况，所以这是一个在国际上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那么在台湾到底现况是怎么样？我们认为说我们有必要知道一下。那么事实上，我们台湾已经禁用这一些像 DDT 这些有机氯农药已经禁用20年到25年，在中国大陆到今年，啊，像它内陆省份像湖北才说要禁用。所以这个事实上，这差距就是20年以上的差距。环评会的检验报告让国人不得不再度去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两岸间的私下友好贸易已逐渐走到大势已定，只等待法制解套的地步。由南方澳渔民的谈话中，似乎更加证实政府面对渔获走私问题已经摊手的处境。啊，不是讲西海岸，就多人拢去买鱼。买鱼就本来就真多人去，去遐买鱼啊，转来。鱼船啊，本来就真多人去。啊，不是，因为鱼啊，就是安尼来啊。因为船啊，鱼啊，就是用用拢咱载，咱也不是讲啊，说用商船啥物载，拢嘛鱼船啊载。啊，是拢无得抓哟，啊是加减无啊，是讲拢。嘛唔知啊，看就敢咧也无得抓哩。嘛，甲恁捌去甲国语叫伊落去抓，伊就讲无大因咧，
四界卖出来讲是因抓，是去甲大陆买。毋知我拄仔看，确实农委会若要做，一定有法度。袂当讲无法度，迄个即阵，甲安尼农委会都食亏就好啊，就免研究工费啊。是安怎识别？你敢会使讲较详细一下？识别就反正讲，伊我拄仔讲啊，伊只船啊有啥物装备了，啥物鱼啊，这是一定。啊，伊只船啊，若可以讲像我这个土王的，啊，我来哪会去抓着足济鲨鱼的啥物货？迄个无合理的。啊，可以讲伊只船啊都无土王的设备，也也无迄款刚才讲做迄个一级钓啊啥物的设备，也伊哪有当去摕迄个码头啦，也是讲哦做摕一挂迄个礁石的鱼啊。伊佮无迄个设备，伊就抓袂着。所以讲，伊即要查嘛，最好查的，啊，无认真去查尔。那政府在这个部分来说，如果不愿意去严加取缔的话，啊，可能是畏惧所谓的一些这个恶势力啊，或是官缩力量，那当然这些渔民就有恃无恐。那这些渔民他这个不打鱼，然后去低价买了渔货，那么进入我们市场，除了说我们民众吃的安全堪虞，也打击了这个正常渔民的这种生计。那么如果说今天我们在这一个，尤其是我们现在跟中国大陆，可能将来会有小三通、大三通，会有货物的往来，那么大陆的它的这种所谓的环境保护跟公共卫生的水准跟台湾市场本来就不一样，程度版就比台湾要差，所以在这种的情况之下，我认为我们自己国内的这种检验把关工作非常的重要。整个的事情我觉得关键的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要有自己的检验的标准跟我们自己的检验制度，如果这个部分政府还不做的话就是失职，我认为这个没什么好说的。